某司机开车时突发癫痫，连撞几辆车。大 S 生娃麻药过量，癫痫发作。癫痫新闻真不少见，听说画向日葵的梵高、天才军事家拿破仑也都是癫痫患者。申鲁君，啥是癫痫？是羊癫疯吗？是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口吐白沫那种吗？算你问着了，申鲁君早就把癫痫查了个底儿掉。这五集癫痫专题就要好好扒一扒，给患者一个交代。数据走一组，癫痫患病率达7%，我国有900万以上的癫痫患者，每年新发65万到70万。注意喽，患病人数每年正以60-70万的数量在增长。癫痫已经是神经系统疾病中仅次于脑血管疾病的一大重病，它最招人恨的是欺负孩子。癫痫患者中孩子占比最大，爸爸妈妈们注意收看哦。禁定义：癫痫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脑部神经元高度同步化异常放电所致的临床综合征。定义难懂，咱后面讲。申读君先带你去看症状。突然四肢绷直，全身抽搐，牙关紧咬，口吐白沫，面色发紫，喘不过气。抽搐时听不见声音，更说不出话，脑子失灵，身体失控，几分钟才清醒。以上症状持续1到3分钟就称为癫痫发作，那是相当高调。但癫痫发作也会悄悄地来，偷偷地走。大脑突然卡顿3到15秒，一片空白，没思维，没记忆。这种低调的发作也是一种癫痫发作。癫痫不作妖时，患者能吃能喝能工作，就是正常人。他作妖时来个猛攻偷袭，打你个措手不及，几分钟后又突然消失了。医学上把癫痫发动攻击的那几分钟叫癫痫发作，其余的时间叫间歇期。各位对癫痫有一定了解了吧？下面申读君来科普知识点。癫痫发作的症状不一定都是癫痫导致的，高烧也可以哦。所以不能简单凭一次发作症状就断定自己得了癫痫，一定要医院确诊。癫痫都有哪些危害呢？一、直接致死。癫痫发作一般几分钟就能自行停止，一旦超过30分钟进入癫痫持续状态，很可能直接造成死亡。二、意外死亡。游泳戏水爽，爬山自拍帅，不耍帅不炫酷，老老实实过个马路，突然癫痫发作，身体失控，一个倒地，溺水、坠崖、交通意外，生命如此脆弱。三、受伤。癫痫发作，患者突然倒地抽搐，咬破舌头，磕到眼睛，撞到脑门，再来个不懂急救的活雷锋，大力按住患者，咔嚓，胳膊断了，几分钟就受了那么多伤，申读君抱抱。四、损伤智力。癫痫发作会损害脑细胞，对智力影响很大。随着发作次数的增加，患者的注意力了、记忆力了都会全面下降，严重影响工作学习。五、心理疾病。有的癫痫患者会害怕出门，怕在外面突然发作被人歧视，患者变得自卑，逐渐抑郁，有的患者不堪折磨甚至自杀。申读君，癫痫神出鬼没，破坏力巨大，就没人收拾得了他？当然有，通过规范用药，70%的癫痫是可以被控制的。然而癫痫的治疗必须做到以下两点：有信心，积极治疗，患者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医生能帮你治住癫痫这个妖怪，必胜。有耐心，癫痫用药按年算，起效慢，时间长，要挺住。申读君，这好好的人怎么说抽就抽？哪里的问题搞出癫痫这妖怪？申读君已然感受到大家对癫痫的厌恶、愤怒，想 diss 他有没有？下集申读君就带你扒开癫痫最丑陋的外衣，给你解气，约不？申读君，这人怎么能说抽就抽，还全身抽搐僵直？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搞出癫痫这个妖精？看官上座，看茶，申读小剧场这就开始了。拉出定义溜一下，癫痫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脑部神经元高度同步化异常放电所致的临床综合征。拎出三个关键词：脑部神经元异常放电。咱就从大脑讲起。大脑是人体的最高决策中心，人的任何想法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这个美女真漂亮，想抱一抱。大脑产生了这个想法，胳膊了、躯干了就能接到指令，实施行动。天真热，冰棍真甜，光线真暗。
这些感受器官接收到的信息也要传递回大脑。问题来了，是谁把指令从大脑传到胳膊、腿、躯干？又是谁把信息传回大脑？当当当当，全靠神经系统。而神经系统的基本组成单位就是神经元。如果把神经系统比作移动电信的通讯网络，那么神经元就像是基站了。神经元这个基站设计得很有意思，看起来就像一根香肠顶着个爆炸头，拖着个小扫把。爆炸头是基站的接收器，学名神经元的细胞体。小扫把是基站的发射器，学名神经元的轴突末梢。爆炸头到小扫把之间的那根香肠，学名神经元的轴突。上两个基站模拟一下。一号基站，爆炸头接收到了信息，通过香肠的传递，信息来到发射器小扫把这里。一号小扫把收到信息后，向二号基站的爆炸头发射信息，又通过二号香肠传递到二号小扫把，再发送给 N 号爆炸头。这里面的门道远比你看到的复杂，存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传递方式。神毒君放大招啦！爆炸头到小扫把这个信息传递是在基站内部完成的，也就是说在神经元内部完成，传递方式是电信号。小扫把到爆炸头这个信息传递是在基站之间完成的，也就是说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是通过神经递质来完成的。停，神毒君，电信号，请问伦家身上哪来的电？人体60%是水，大量的无机盐溶于水中，变成以离子形式存在的电解质。学过化学的亲们，离子可是带电的哟。钠离子、钙离子、镁离子正电，氯离子负电。如果电脑的语言是零和一组成的，那么神经系统的语言靠的就是这正负电子。神毒君化身小侦探，教你一串摩斯密码，谍战剧走起。滴滴滴答，正正正负，就是神毒君爱你们的意思。再来一组，正正正负，神毒君又爱你一次。哎呀，谁按住了回车键死不撒手？通讯事故啊！神毒君爱你们，神毒君爱你们，神毒君爱你们，一秒几十次、几百次、上千万次的重复，高频不断的发出相同的电信号，这就是癫痫发作时大脑里的异常放电了。全身的肌肉就无数次的高频的执行着同样的指令，一个动作无数次的高频重复，不就是 B 站看的那些鬼畜视频了吗？癫痫就是全身都在执行高频的重复指令，所以全身抽搐就是这个道理了。神毒君，我发现了你推理中的逻辑漏洞，告诉我是谁按下了那个倒霉的回车键？一个回车键失灵抽搐也就算了，这口吐白沫、大脑空白的又是怎么回事？仁兄果然高手，癫痫真凶大揭秘，见证奇迹的一集。神毒君坐在小剧场等你，欢迎踢馆。是谁死死按下回车键不撒手？高频重复的错误信号为什么会让癫痫病人口吐白沫、大脑空白？神毒君这就带你去解密。喜欢烧脑的亲们，走起！第一站，大脑。回车键卡住了，信号被高频重复不断的发出。神毒君调来无人机，来个高空鸟瞰。哟，不是一个基站在放电呀，一整个区域都在滋滋滋放电。这个异常区域就是大名鼎鼎的智贤灶。神毒君要多说几句。一，智贤灶就是大脑中一个发生病变的区域。二，有些癫痫患者无论如何检查都找不到智贤灶的具体位置。三，每一个癫痫患者的大脑中都有那么一个神秘区域，无论能否检测到，智贤灶都是真实存在的。四，智贤灶的最大特点就是基站不大稳定，有信号传递到该区域，该区域的神经元就有集体闹事的风险，同时开始异常放电，癫痫发作就是一次万中之一的中奖。那么好好的脑子怎么搞出智贤灶了呢？神毒君挑五个嫌疑犯给大家说说。一，先天因素。可能在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个瞬间，基因注定了有一个区域的大脑发育不那么完善，稳定性没那么强，出生以后那就是异常区域咯。也可能基因本身没毛病，只是在胎儿时遭遇了感染、辐射之类，搞到大脑发育有些问题，弄成了异常区域。总之就把这种宝宝出生前的遭遇都归为先天因素吧，你懂就好。二，肿瘤。
脑肿瘤长得快，越长越大，挤着这个压着那个，有那么一个区域常年被肿瘤压迫，时间久了变个态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脑肿瘤也是搞出治贤灶的一个重要犯罪分子哟。三，外伤、高烧和感染。车祸、高空坠物、被人一个闷棍，哎呦我去，好好的脑子被打坏了呀。持续高烧，脑子真的有可能烧坏哟。病毒、细菌、寄生虫如果溜达进了脑子，对脑子造成损伤也很正常。外伤了、高烧了、感染了都能搞坏大脑，如果刚好搞到大脑的某个区域基站不稳定，喜欢集体异常放电，机智如你该懂了吧。这三个货也是搞出治贤灶的犯罪分子哟。如果我们把治贤灶比作雷区，癫痫发作就可以看作雷区爆炸了。灯光、摄像机推进，深度君带你去爆炸现场，看看破坏力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大脑就像是这偷菜的地图，是分区域管理的。这块西红柿地可能就是运动功能区，那片西瓜地可能就是语言功能区。癫痫到底会有啥症状，完全取决于治贤灶影响到了大脑的哪个功能区，也就是说看雷区到底在哪个功能区爆炸了。爆炸在运动功能区内，肌肉就会持续收缩抽搐，人会四肢僵直，全身抽搐。爆炸在听觉功能区，人的听觉就会出现障碍，可能突然听不到。爆炸在视觉功能区，人可能会突然看到闪光或者眼前一黑。爆炸在自主神经功能区，唾液、支气管分泌物增多并从口腔排出，人就会口吐白沫。爆炸在意识功能区，人就会丧失意识，醒来后有断片的感觉。慎督卷，求你把雷排了吧，整天脑子里顶个雷区，心表示好累呀。不好意思，昨晚刚准备了躲雷技巧，至于挖雷的技术，慎督君还没学会呢。现学现卖啊，那就先来个躲避雷区的技巧顶顶先。妥妥的，下集就讲讲这癫痫的诱发因素和预防方法，你可一定要来啊，官人。慎督君来也，有等真的吗？太有了，等你给我支招呢，脑袋里还顶着雷区呢。雷区只要不碰不爆炸还是安全的。哪些事能引爆雷区导致癫痫发作呢？最容易引爆治贤灶这个雷区的导火索也就这么四条。导火索一，情绪激动。彩民中800元过于激动，癫痫发作。父亲听闻孩子车祸，悲伤过度引发癫痫。人生没有快乐，抑郁是常态。愤怒、大喜、大悲、抑郁，这些强烈的情绪波动是点燃治贤灶最好的导火索。本来就不怎么稳定的基站，你一大波一大波数据传输，能不出纰漏吗？纵容情绪任意宣泄，搞到大脑异常放电，来个癫痫发作，问题可就大了。保持平和就是掐灭情绪激动这个导火索的利器。导火索二，过劳或剧烈运动。春节连续加班，民警执勤路上突发癫痫，小伙任性狂练马拉松，累出癫痫。运动时大脑很忙，需要协调各系统，要分泌这素那素，要处理运动带来的各种信息变化，大脑里神经元的工作量翻了好几番。糟糕，那个不太稳定的基站又集体放电了。适度运动，合理休息，就是掐灭过劳这根导火索的方法。导火索三，乱停药。吃药半年，癫痫没再发作，每天少吃2粒。反正也一年没发作了，果断停药。亲，你这是在给自己的雷区举行点火仪式啊。癫痫需要长期用药，任何减药停药必须遵医嘱，就算是停药也不能说不吃就不吃，必须逐渐减少药量，直至停药。你想停就停，想怎么停药就怎么停药，慎督君只能告诉你非常危险。导火索四，不规律饮食。自助餐就要吃回本，谁也别拦我。悲剧怎么抽了，放假天天躺尸，吃了上顿没下顿，又发作了。一下吃撑，一下饿坏，你这血糖忽高忽低，得多不稳定啊。如果把神经元比作基站，那血糖可就是电，基站本来就不稳，再来个更不稳的供电，好吗？神经系统这就崩给你看。
保障通讯系统的平稳供电，基站才能好好工作，不是？规律饮食，保证血糖稳定，是掐灭这第四根导火索的唯一方法呀。抽烟、喝酒、强光刺激、长时间玩电子产品等行为，算是小小火星。自己头上既然顶着雷区，还是把这些小火星也灭了吧。沈杜君，本宫想到吗？奈何这脑子有雷区，肚子不敢动呀，该如何是好？这问题还真有点棘手。怀孕时，妈妈的身体会发生很大变化，飙高的雌孕激素啥的会影响人体对抗癫痫药物的吸收，受到刺激就更容易诱发癫痫，而癫痫反复发作很可能会伤害宝宝，甚至造成胎死腹中，所以怀孕的妈妈也是药不能停啊。可是沈杜君，听说很多抗癫痫药物会导致宝宝畸形呀。没错，比如含苯妥英钠成分的抗癫痫药就可以导致胎儿手指畸形，唇腭裂呢。想要造人的仙女们要向医生咨询一下，是否可以调整治疗方案，找到既能控制癫痫又不影响宝宝的新方法。沈杜君，你说的这几条不招惹癫痫发作的方法我都记在心里了，除了这些预防手段，你能不能再讲讲专业的治疗方法？癫痫怎么治？用药还是手术？用药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手术又有什么风险？亲，你关心的问题都在下集哦，敬请关注深读视频癫痫专题之茶与治，收官之作哟。宝宝高烧抽了一次，是癫痫吗？听说癫痫是无法根治的，好绝望。莫方深读君给你带来癫痫茶与治，要确诊癫痫都需要哪些检查？确诊了又该怎么治？深读君不秀逻辑，不晒才华，为你倾情奉献最实用的干货。为啥？深读君爱你，这个理由够不够？啾咪！检查篇：一、脑电图。一个仪器，一头连着显示器，一头是用来贴在病人头上的电极片。Action！结果出来了，纸上吱吱吱打印出来的各种曲线就是脑电图了。脑电图仪能将大脑产生的生物电放大100万倍，捕捉并记录下来。这曲线就是大脑内部传来的信息哦。医生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判断出大脑内部神经元放电的基本情况，再结合临床症状，就能大致判断是不是癫痫了。二、CT 或 MRI， 貌似大脑里有异常放电哟，具体位置在哪儿？大脑里是不是长东西了？脑组织有没有损伤？想找到癫痫灶的具体位置，发现癫痫灶的形成原因，就得上 CT 或 MRI 了。设备还嫌不够高科技，来个顶配满足你。 PET CT 就叫它派特吧。通过派特可查看脑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情况，精准定位癫痫灶，对手术治疗有很大的帮助。深度君悄悄话，派特看得准也是蛮贵的哟。治疗篇：手术。癫痫的手术治疗思想很容易理解，就是找到癫痫灶那个容易集体暴动的区域，解决它。具体情况大致分三种。一，我是无辜的，要不是肿瘤压迫我，我不会不安分的。这类情况可以选择切除肿瘤，从根本上解决癫痫灶。面临的问题是肿瘤能不能切，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手术的呀。二，哟，癫痫灶，原来你在这儿。这类情况就需要判断癫痫灶的位置了，如果切除后遗症会不会非常严重，是否危及生命，具体适不适合手术还得医生拿主意啊。三，癫痫灶你在哪儿？无法确定癫痫灶的明确位置，基本就没有手术的可能了。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理念就是延长两次癫痫发作间隔的时间，减少发作次数，最终达到少发作不发作的状态。方法有二，一是直接镇压，还有奥卡西平成分的药物可以直接作用于神经元，能降低神经元放电的强度和频率，最终达到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二是防止扩散，当一个区域发生了集体的异常放电，就像森林发生了火灾，第一药物就是设置阻燃带，阻断蔓延。含有苯巴比妥成分的药物就能设置这个阻燃带，
将这种异常放电困死在制弦灶这个区域内，这样就不会造成全身性的癫痫发作了。遵医嘱治疗，70%的癫痫是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的。申督军，如果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又口吐白沫，我该怎么办？癫痫发作的确是需要帮助的，申督军给你几个小建议。首先要淡定，挪开病人周围的硬物，比如桌子、凳子等，防止撞伤。把病人的脸侧放，以免呕吐物堵塞气管造成窒息。不要去按住病人的手脚，以免造成骨折。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做到这几点，你就可以做一个有知识有技能的雷锋了。讲到这里，癫痫专题就要收官了。申督军还想对癫痫患者说几句话。遇到烦心事不开心吗？想想那些集体放电的基站，淡定点。觉得自己没有希望，想放弃治疗吗？想想70%这个数字，基本都能控制。不想吃药吗？想想那个给自己的雷区举行点火仪式的画面，坚持就是胜利。申督军理解你的感受，了解你的处境，更知道只有坚持治疗，保持乐观的精神，才是走向光明的唯一途径。放轻松，申督军会一直陪你到永远。